弟兄姊妹，心灵珍宝今日嘅主题系一切丰盛都在基督里面，第三部分。主是无限者，但祂成为人追求我们。哥罗西书第二章讲到弟兄姊妹在追求上走错路，而第三章保罗就讲回注视基督，求上面的事，亦都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包括一切，亦都住在众人之内。腓立比书当中保罗讲到他活着就是基督，他亦都体会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所以他要得着基督，亦都将万事看作粪土。可以咁讲，基督就是影响保罗整个人生，同埋解释他整个人生。我亦都更加需要去亲近主，唔单止是有得着，更加是同主相交，他是我们全知的知己，能够提升我们。这个太宝贵，他为我们的缘故，因为是不是太震撼啊？因为无限者，他为我是我的人。可以说这样来追求我们，这人见到就是人，所以可以打他。唔好佢啊，鞭打佢得啦。但系佢系神，罗马讲得绝对准确。我的主，我的神。但系佢眼见到就系耶稣呢个人啊。但系佢系真正嗰位神，系主，冇变到。神一切丰盛，冇离开佢噶。在晒佢里面，所以基督有一切，神一切都有埋。你谂下，你有咩冇啊？咁冇俾嗰啲呃，或者咩更加好啊？你想算未够，仲加啲嘢。我有啲秘密嘢，我有用嘅嘢。但我睇埋第三章，我都好宝贵啲圣经。第二章啱尾到，就佢哋追求方法咧走错路。但保罗得掹翻正。睇返主自己，同埋呢以主做我哋生命，同埋你个心思好紧要，思念啊天上嘅事得啦。点解呢？第三章第一次佢话：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佢话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要思念上面嘅事，唔好思念地上嘅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你要帮助最埋最埋嘅，同埋佢住咗我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几宝贵啦！佢能供应我成个我嘅灵各方面需要，使我提升我的生命。第三章睇埋呢个第十一节啊！讲新人方面呢，我哋一信主就重生啦，第十节嗰度啦，穿上了新人，即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做他主的形象。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所以我哋一重生，我就神嘅儿女啦，大家都神嘅儿女。冇一分，但系嬲尾句话太宝贵，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都比较欢喜呢个英文翻译嘅 ，Christ is all， 佢系一切 ，and in all 喺每个心里边。所以佢系一切，各样丰盛，乜都喺佢里面，咩知识喺藏住，而神。本性一切欢喜喺佢度，你咩好嘢喺佢度？所以今日你觉得你想亲人主啦，你见到佢咧，就要提升你嘅，无比噶呢个。佢就葡萄树，我知子，佢嗰度有全备供应喺度，所以你亲人主唔系单得到一样帮助，你可能得到安慰鼓励啊，唔单止咁简单，
即系好多方面噶，成个人，同埋你对佢认识啊，同佢嘅指示把系，佢想俾你乜都得，佢都知道我需要，你做圣经佢可以按着你说又教你，各方面噶，一系搬紧一主咧系相交，佢系了解你，佢系你全知自己咧，就佢都系各方面佢都能做啊。所以亲人主咁宝贵，呢个绝对都系我人生嗰啲最大嘅福分啊！因为得住佢，啊睇埋呢腓腓书第三章啦。啊呢啲书咧都系保罗嘅监书信，不过睇埋呢个第一章啦，第21节。佢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佢咁讲，咁系保罗佢嘅自保台啦，佢一切都系。佢话死了就有益处，但我仲肉身活着，要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嘢好得无比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所以今日我哋活着喺地上咧，我都应该系好似保罗咁样，为着教会，为着弟兄姊妹，就成个心意嘅核心。但系有一句话，佢话咧，佢情与离世与基督同在，一切好都无比嘅。所以今日我哋如果系到主度去咧，咁就系话享受主更大嘅。我觉得诶，在基督死亡嗰咁就系可以话去亲近主嘅。是一个最深的亲人主比地上那些。想这里这个话我觉得你都可以用今生的。今生一样我觉得是今生你帮主同在呢去亲人他啊因为他呢都是很多无比的在世上。所以影响到他活着我的基督根本就是他人生的中心啊他活着就似主啊他就是主这样。因为他太他比主成个吸引住同埋啦心嘅主，所以佢活着就好似主嚟嘅，即系俾主影响最大。我睇第三章第七节，嗱，保罗呢个人系一个好追求嘅人嚟噶，未信主以前都系好热心嘅人，但不过咧就佢冇方向，热心嘅嘢咧就唔系最有帮助嘅。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了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嗱，可以睇到咧，保罗以咩最宝贵？佢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因为我哋要认识我意思，然后享受佢噶。咁就系呢个认识咧，唔系听翻嚟嘅认识，呢个系根本上系亲近神啦，经历上去认识你，即系第一手嗰啲嗰认识。呢啲嘢有时唔可以用言讲嗰啲啊，你心灵嘅体会同埋啦，或者深度嗰啲嘢啦，佢系自保嚟，我都好暗唔明先生。同埋佢点咧？佢为佢已经丢弃万事，开到粪土，即系乜嘢影响佢亲近神嗰啲嘢啦？就算你几好嘅，佢都当系粪土嚟，因为主太宝贵，为要得着基督，佢唔想俾嘢阻住佢得到主自己，享受到主自己，经历到主自己，就得到佢嘅供应嗰方面，可以话基督就系影响晒成个人生。你睇下保罗。基督可以解释晒佢人生，